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吴。后面是我们的宝宝。对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半年了，有没有想我们？应该。好多人留言评论，对，啪啪啪，还好多好多留言。我也看了，偶尔有时间的时候肯定会看。为什么没有更新视频呢？因为我们要，因为我们俩离婚了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开玩笑，就是因为宝宝刚出生的时候，我们还需要适应一下我们这个新的生活嘛，应该可以这样说。我老婆差点抑郁症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生病了，还是？开玩笑，没有了。也不是，那就是我们应该用点时间，半年应该不算是一点。一点时间为了适应一下这个新的生活，所以现在我们是什么生活？两人变三人家庭的生活是不是？是的，加上宝宝一直需要关心呢。这半年你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没事，你辛苦了半年，你特别不容易。这半年我知道，每天晚上叔叔他都睡，不是说睡不着，是没办法睡。睡得着，但是没机会。没机会睡，你也不是每次都是这样子的，但是你们能听的。宝贝哭了。是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之后第一次看到女儿入睡，从眼睛大大的慢慢的闭上了双眼。现在妈妈来了，妈妈刚才去忙了。